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黄庆龄先生好，来注意，你头拄仔伫只讲啥物会？啊，就讲哦，单叫吼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吼，啊落井下石的，尤其阿扁阿在劝伊吼，要叫伊做证人吼，结果吼伊两边拢推讲无用，通好去吼。啊，阿扁也买啊吼，啊伊就叫律师吼写函吼，叫伊免来啊。所以讲这是阿扁也亲嘴甲我讲的吼，这都是讲伊在困难的时阵哦，啊伊是安怎不爱来甲做证，做证是照公道正确的事实的啊来做证，啊唔是叫伊讲来做伪证的物件，啊所以讲伊。是安怎买来做证？伊曾东西，伊在做市长的时候，阿扁也嘛甲我讲，伊做市长的社会局长来做，伊在做总统的时阵，嘛是劳委会的主任委员来做，一手甲牵起來。啊，今仔日伊有需要的时阵，啊，你唔来好我甲做证，这点是爱，伊安尼足切心的啦。感谢咱台北市总部的主任委员黄庆龄黄主委，你辛苦了，老骥伏枥，特别从台北下来，阿扁的物件唯一的扁帽，咱感谢咱黄庆龄主委，谢谢，嘉义开漳圣王庙，杨秋兴县长的团队大会师，阿德万，黄主委已经上去了。